刚刚那个是。我跑不动了。要小声一点。有感应，有感应了。降落。八百公尺，降落。六百公尺，降落。开动切换灯，强烈级飞飞终点线收到。机运176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